一位毕业生，就是当初拍的一篇很大又也是个发现感，就觉得就是科管院真的是非常的慷慨，就是以前在高中拍片，可能拍个半小时要使用火焰走3000块，等下可能跟他想法讲，就是然后我要谢谢肖菊珍老师，就是虽然我没有肖老师的课，但是因为我的服务学习是电艺术，所以就是也有跟着老师就是听了很多场演讲这样子，然后当时老师就是我其实对自己的技术也不是很有自信，对啊，然后但是老师就是一直鼓励我们班，就是拿起相机去拍，我想说反正呢就是秒把这块的就拍吧，对，然后就是很就是其实来参加这个典礼就是还蛮惭愧，就是看到大家对自己作品就是都充满了想法，就觉得其实没什么内容，但是还是很荣幸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在那里。